讲解保护镜片的更换。更换镜片时需在无尘车间中进行，没有无尘车间可在相对干净的办公室进行更换。取出镜片抽屉之后，用胶带封口，避免腔体进入灰尘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在更换镜片时需戴无尘手指套，如没有无尘手指套，避免手指直接触碰到镜面。把固定镜片螺丝拧开，这样才能取下镜片进行更换。取出新的镜片时，检查一下是否有灰尘或指纹印。如有灰尘或指纹印，需要用沾有酒精的棉签擦洗干净。装镜片时注意镜片和垫片的顺序，保护镜片不区分方向，所以可直接安放镜片，再把垫片放回，随后把固定镜片螺丝拧紧，防止镜片脱落。最后把镜片抽屉安装回腔体，就完成了上面的保护镜片更换了。侧面保护镜片更换也是一样的操作。